我之前一直保持沉默，是想要保护女生。当事人他没有提告，也没有对外说过任何一句话，我完全尊重他，所以我不多做解释。其实我之前一直保持沉默，是想要保护女生。当事人他没有提告，也没有对外说过任何一句话，我完全尊重他，所以我不多做解释。但现在如果已经进到法庭里，进到司法程序，我就会全力配合调查，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是觉得最委屈的部分是？事实其实不是大家传的那样，但是因为已经进入司法程序，没办法跟你讲，不好意思。你要为自己辩白。这些我会留在法庭里面，让法官来判断。所以这些时间过得还好吗？我们很努力照顾自己，然后也希望，应该说也很谢谢很多朋友的关心，然后也快过年了，大家也请多多照顾自己。我可能没办法说太多，就先回到台中再陪伴家人。不要进喉咙了。太太心情还好吗？会觉得委屈吗？什么想要说的吗？还好吗？